大家好，我是香蕉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有观众推荐一款在台湾和淘宝都买不到，只能在国外亚马逊购物网站才能买到的 NDAR2 SSD 散热器，品牌叫做 Asteri。 老实说，大家推荐介绍给我的 NDAR2 SSD 散热器，我都会到产品品牌网站去看看，做做功课，了解一下这产品的制作水准和散热能力。哪知这次 Asteri 的 NDAR2 SSD 散热器真的是让我吃了闭门羹。在亚马逊购物网站上销售的资讯，既然找不到有关于 Asteri 的专属网站介绍说明，全部资讯都指向这亚马逊销售产品公司的网站。原来这家公司是在做外销外贸生意，是希望吸引有 NDAR2 SSD 散热需求的买家来下单贴牌用，难怪在台湾和淘宝都找不到，因为根本没有代理商进货啊。但你说它的产品会很差吗？我把介绍产品资料都看完，觉得它的制作水准蛮接近测试过的艾宁 NDAR2 SSD 散热器，但猜归猜，我还是花大钱把它从美国亚马逊购物网站买回来。但为了省运费，这次我连它出的主动式加风扇 NDAR2 SSD 散热器也一起带回来测试。这次总共花费大约要台币1900元，所以有能力能抖内支持的观众，麻烦支持一下，抖起来，让我有更多经费再找一些好的产品来拍摄，感谢啊。好，那先来简单开箱介绍一下。首先在袋子内会有一张出货产品清单，让你可以对照出货有没有缺少东西。没错，就是一个主动和被动式 NDAR2 SSD 散热器各一个。袋内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简约，简约到只将产品放入就没有再做任何的保护。唉，但产品外盒完整性是有比淘宝寄来再好一点啦，只有外盒表面有一点磨损问题，其他看起来都还可以接受。而我也很努力想找出在盒子上有没有任何有关出厂产品公司资讯，但是翻找了两盒包装上真的都没有留下任何资讯，让我十分确定这家公司真的重心在外销产品贴牌，吸引客户来订购。但你生产的 NDAR2 SSD 散热器表现到底行不行啊？真的很让人担心耶，它到底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？真的是怪怪的产品。好吧，那就先从被动式散热器来开箱介绍测试，下一集再来介绍主动式加风扇测试，不然这庞大的测试工作量真的会搞死我，到没时间可以睡觉了。首先是这被动式 NDAR2SSD 散热器叫做 VB01， 在盒子上方印有产品实物照片，和盒子结构强度非常的扎实，保护性也非常的好，邮寄运送上可以让人非常的放心。而盒子四周有品牌名称、产品特色介绍、产品样式等等资讯，在背后则有产品规格介绍和包装内容明细说明，真的完全都没有出厂公司资讯在上面，我想应该是预留给贴牌厂商去写吧。撕开下面的封口贴纸后，就可以轻易打开上盖。首先会看到里面附了一张多国语言安装使用说明书，但可能是中国大陆外销产品吧，上面连简体中文说明都没有。可是你只要看它的精致安装图文说明，自行安装上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再来就是一只螺丝起子、 NDAR2 SSD 散热器主体和螺丝包。原来 NDAR2 SSD 延伸补强板插在这里哦，有了这张补强板，你就可以安装短 NDAR2 SSD 在散热器上使用，按照你的 NDAR2 SSD 长度再把多一尺寸补强板折掉，补上后就可以完整无损使用在 NDAR2 SSD 散热器上面。这真的是非常贴心的设计考量，也是我开箱 NDAR2 SSD 散热器第一个为使用者提供非常方便的变通安装方式，好评赞。再来是它多附了两颗螺丝给你，怕你在安装时不小心把 NDAR2 散热器的螺丝搞丢而烦恼。而这只十字螺丝起子真的有够大一只，整体做工品质也不差，完全不像一次性产品工具，原来它会卖的比别人贵，全部都是花在这附送的产品上面，只能说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不变道理。再来是 NDAR2 SSD 散热器主体 VB01， 它是放在塑胶袋内完整包覆保护着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做工质感可以哦，真的和我猜想的一样，有艾尼尔的一样水准，
不错不错，这四只四 A 面同质的散热导管做工也不错呢，全部都是闪亮亮，呈现高级精品质感。而且应用这四只导热铜管，把散热鳍片架高，来提升更好的散热效能，达到互不干扰。而它外观摸起来也没有割手感，毛边问题处理的不错，只是插在边边角角，真的没办法用机器处理，有一点尖尖刺刺手感，安装时要多注意一下。而它的散热贴是放在 NW2 SSD 固定槽里，底部固定槽也是用不锈钢材质，而且在两侧边还有打上散热孔，来帮助双面颗粒 NW2 SSD 加强散热用，真的是非常用心的设计啊。最后盒子里面就是空空，没有再附任何东西了。目前这样看起来 VV01 的做工质感和附送的东西是对得起它的售价，该给的都没有少。至于它的散热表现有没有和它的外观一样漂亮呢，也只能等我上机狂操一下就知道它有几两重了。而这次测试平台是我的主力测试机，CPU 是 Intel 12代 i7-12700K， 主机板是机加 D690LG DDR4， 记忆体有 48GB， 频率为 3600MHz，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微星 MPG Core Liquid C240， NW2 SSD 是 WD 黑标 SM850 500GB PCIe Gen 4， 连续读写有7000和 5300MB 每秒，显示卡是微星 Gaming X3 RX6900XT 16GB。 等一下我们会用 AJ Assist Test 来做连续五次读写温度测试，来看看这做工精美的 VV01 有没有名副其实达到相同水准。看这样子应该安装完成，快来上机测试吧。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，晚上会感觉凉凉的台湾秋天。首先是开机待机3分钟后的温度为35度，不错不错，算是中上等级的散热表现。但是你怎么会比你便宜三倍价格的乔斯伯一样表现呢？先不讨论这些好了，来看看往后的成绩就知双方实力有没有很大落差。接下来是第一次温度测试， SM850 的读写速度都能保持在4000和 5000MB 每秒，目前没有出现高温掉速问题。而 SM850 的大量无情读写发热后，温度马上狂飙9度，来到44度。这四只导热管的散热表现没有我预期的好呢，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再来是第二次温度测试，来到45度，只上升一度而已，这时又让我信心大增了一些。而在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，可能是我讲解太久了， NW2 SSD 温度被快速降温下去，来到43度，马上连测快一点，免得又被降温下去。接着在第四次温度测试，就又马上可以飙升回到48度，最后在第五次温度测试又再提升了3度，来到51度。所以说如果不停连续测试，每次提升温度大约会在3度左右。但你会不会太接近乔斯伯的温度表现了呢？也许在后半段温度测试 VV01 可能会再好一点，毕竟它是有四只导热铜管的散热器内。可是测试到第十次后真的让我很傻眼，温度给你高高挂在61度，足足和乔斯伯又差了4度。怎么办啊，多花的钱得到的只有很好看的颜值，散热表现却只有中等级的能力。我猜想可能原因在于 VV01 的散热贴真的没有很好，又加上它的说明书是教导单片颗粒贴上散热贴，也许换上好一点散热贴整片贴上，应该可以和乔斯伯打成55波也不一定。不然在测试完3分钟后降温还是保持在高温52度，也不太好看啊。但这样做又会提升 VV01 的购买成本，所以在修改使用上你要多多考虑一下。再来是它的体积造型也会挡到显卡固定扣，在拆显卡前要先把 VV01 拆下，才能动到卡扣来安装显示卡。那你觉得你应该买 VV01 来用吗？我觉得这问题取决于你的口袋深度够不够。依现在台币一直升值，目前台币兑换美金也来到31元，单买一个 VV01 回台湾的运费和关税都要破台币1000元，也都比目前在台湾购买的 NW2
SSD 散热器还要贵，除非你真的很喜爱它超质感外形和装机造型美学，非一定要把它买回才能提升你的个人品味，这就看你个人喜好去决定了。再来是提升改善散热能力，也许散热贴改换成利明奥特赛高效能散热贴，再加上 VV01 的价高散热鳍片，借由机壳内部的散热风流带走热能，我觉得它应该会有更好的散热表现水准，但前提是你一定要用一体式水冷散热器。如果你是把 VV01 放在 CPU 大塔扇下面，那它的散热效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对 VV01 有不同的看法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，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，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0,000订阅奖牌。我是香蕉人，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。所以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和分享，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，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。拜拜。